不合适的。年轻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什么都懂，于是匆忙的毫无准备的由着自己的心情行事。不合适不是因为对方是谁，而是这样开始的感情太让人担心了。他把你放在哪个位置，你真的了解吗？有的时候感情也会带来伤害，倘若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，便多考虑看看吧，好吗？这首曲子原本旋律流畅，节奏明快，只是你最近的演奏有点犹豫。小倩，你自己有注意到吗？知道了。